星星姑娘，殿下有事吗？星星姑娘，你要上哪儿去？星星姑娘，你若真要离去，我绝不强留。可是你既然指出法王的阴谋，难道你不想知道结果吗？星星姑娘，既然你躲着张翔，那么留在此处，岂不是一举两得吗？ 你怎么知道我在躲张翔？实不相瞒，刚才在遇见你之前，我看到了一切。好，我答应留下来。不过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入夜以后，任何人我都不见，你也不可以来找我。 仙仙不见了，连慧云也不见了，这段缘分就这样结束了吗？什么结束啦？缘分结束了。跟谁的缘分结束啦？又是你！哎，我是有病还是长丑啊？你干嘛每次看到我就跑啊你？大小姐啊！ 你上次不是气得要把我杀了吗？啊！你气这个干嘛？好啊，我现在又惹你生气了，干脆把我杀了算了。哎，你怎么样？哦，想死啊？哼，这倒新鲜了。哎哎哎，你别走啊，我有话跟你说。 绝对不能让他们留在宫里，非赶他们几个出去不可。先来吓吓他们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狼啊！救命啊！吓死我了！贾六。 你匆匆忙忙的干什么？殿下，殿下，我们宫里有狼，我们宫里有狼！哎，你的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宫里怎么会有狼呢？是真的，我在仙仙姑娘房间里看到的，你是我亲眼看到的。殿下，你烦不烦呢？仙仙姑娘，仙仙姑娘，奇怪，怎么没有声音？殿下，你不会进去看看啊？ 贾六，我平常怎么教你的？难道你不知道男女有别吗？那我进去看看。贾六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就算要看，明天早上再看，深更半夜打扰别人，成何体统？哎哎，殿下，殿下，你相信我吗？我刚刚真的看到里面有狼了。你看到什么？我看你是眼花了。要是真的有狼，早就出来了。 什么呀？哎哎，你为什么想死啊？你管我？是不是那个野女人不理你了？什么野女人？你说话小心一点，她不是野女人。哼，女孩子家整天满山满谷的乱跑，不是野女人，那是什么？你不也是整天满山满谷的乱跑？那你也是野女人了？哎，你真的要惹我生气是不是？这又怎么样？我现在什么都不怕，你干脆把我杀了好了。哼，我这个人啊，就是喜欢唱反调。 人家想活呢，我就偏要他死；人家想死啊，我就偏要他活。所以今天你再怎么气我，我都不会杀你的。随你便了。
我才没心情跟你抬杠呢。就是嘛，抬杠有什么意思？我们可以好好的聊聊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我们可以谈谈心，说说体己话嘛。谈心？我的心已经死了，没什么好谈的，没什么好聊的了。什么呀，我没名字可以叫啊。哎，你到底跟不跟我说话？你为什么那么爱讲话？不跟你说话我怎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我心里想什么一定要告诉你吗？你不用告诉我吗？你只要告诉我就好了。你好，是不是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就没完没了了，对不对？哎，你现在终于了解我了。你我告诉你，我心里想新鲜，我找不到他，我急死了。你不要缠着我，我烦死了。你知不知道你啊，讨厌呐、啊！他骂我，他居然敢骂我！骂我，我也要跟着你！哼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为什么老是跟着我呢？哦，七星姑娘。我是在想，既然证实父皇真的病重，那就应该帮我找到灵芝草人。星星姑娘，不用叫我。星星姑娘，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话，就请无边法王帮你找好。星星姑娘，星星姑娘，星星姑娘，你也是天龙国的子。张翔，我求求你，告诉我灵芝草人的下落。跟他在一起啊，姐姐，我找你好久了，你怎么离开我了呢？我真的找你好久了，你为什么跟他在一起啊？啊？仙仙姑娘跟谁在一起是她的自由，你凭什么质问她？哎呀，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不是这样，我，哎，我不跟你讲了，仙仙，我们走。张翔，翔，这种女人你又何必跟她？闭嘴了，你知不知道你很烦的？你，仙仙。我们走。站住，星星姑娘，灵芝草人的事你还没给我个交代。王子，王子殿下，王子，啊，他也在这儿。殿下，你不要靠近他，千万不要靠近他，这个女人是妖怪。你胡说什么？真的，殿下，不信你看。他昨天晚上住在宫里。我就在他房里看到一匹灰狼，今天早上我又在他房里找到这撮狼毛。公主，你说嘛，他究竟是什么？星星姑娘，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张翔，跟他这种妖孽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贾六，杀了他！遵命。住手！王子。你们真的不知道啊，仙仙姑娘有个狼朋友叫做灰云的，他在晚上都会来找仙仙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哼，我就不相信那个叫什么灰云的知道他在宫里，就算他知道他在宫里也不能够闯进去啊。你们真的不知道啊，灰云的鼻子很灵，哎，他每次要找我一次就找到了，更何况找仙仙。张翔，你闭嘴。来来来，借我看看。就是嘛，这些毛就是灰云的嘛。仙仙你看，是不是灰云的毛？难道真的有匹狼？本来就有匹狼嘛。你们这群人不要老把人不当人，看见一撮狼毛就说我妖怪，哪有那么多妖怪啊。哼，谢谢，我们走。哎，江翔，公主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、王子，公主，你闭嘴。灵通，谁能阻止我夺取江山？又是他们，我绝不让你们活到明天。你笑什么？法王想要杀死他们。
你以为本王杀不死他们？法王要杀人那还不容易？那你笑什么？我是笑法王看见了张翔与仙仙如胶似漆，因而妒忌。我妒忌？我会妒忌他们存夫存妇吗？法王在他们身上看见了当年你与法后恩爱的影子。你胡说！法王，您可知道法后会再回来吗？什么？法后会回来？她怎么回来？什么时候回来？这，她怎么回来？什么时候回来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但是我知道，有关于仙仙的阳寿。如果法王明天就杀了仙仙，他的阳寿结束，无法捐给法后，法后就永远回不来了。难道本王就无法阻止他们了吗？哦，法王啊，要阻止他们很容易。张翔和仙仙合则天下无敌，分则痛不欲生。只要他们分开，法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只要分开他们，只要分开他们。张翔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今天贾六说的事都是……欣欣，不用说了，就算你真的是狼，我也会永远爱你。何况你那么善良，那么美丽，怎么可能是狼呢？嗯，好了，我们走。去哪儿？带你去见我爸妈。哎，干嘛？怕什么？我不去。哎呀，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的哦。谁说要嫁给你了？哎，你不嫁给我，嫁给谁啊？哎，你说，不嫁，不嫁给我，你要嫁给谁呀？不嫁给你。哎，抓不到。哈哈。哎，我抓不到。哈哈。抓不到。走走。哎，我在这里。来抓我。别跑！哥哥抓不到！哥哥，张翔，欣欣姐姐，张翔，哥哥，欣欣姐姐，哥哥，小叮当，啊，欣欣，张翔，小叮当呢？小叮当。神医啊，哎呀，拜托拜托。
灵山山神，请你保佑小叮当平安无事。欣欣，张强，你不用担心，神医已经来了。神医怎么说？中？神医手下无死人，应该没事，你不用担心。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没有把小叮当照顾好。欣欣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谁想得到灵山会有狼？灵山无狼，可是小铃铛说的明明是狼啊。老夫检查过他的伤痕，似狼而非狼。那到底是什么伤了小铃铛呢？妖怪。妖怪啊，妖怪呀、啊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光年化日何来妖怪？古籍有记载，灵山有妖，日为美女，夜为狼。可是小铃铛是白天被狼所伤的，如果遇到大雾，妖怪就会现身吃人啊。对呀、啊、在山上突然一阵大雾。神医能确定真的不是狼吗？狼的爪痕我很熟悉。绝不一样。白天是美女，晚上是狼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妖怪，你们在山上可曾遇见什么美女？没有啊，在山上的时候都是仙仙陪着小叮当。哎，难道说是他？哎呀，我在山上这么久，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妖怪。对呀、啊，大夫。你要不要再看清楚一点，会不会是别的野兽啊？哎呦，这个大夫啊是天龙国最有名的神医了，怎么可能会看错呢？走开走开了走开了。哎，大夫啊，你再给他看看啊，看个清楚。快啊快啊。大圣，你要干什么？哎呦，你快点看一看，看他气色如何。难道神医真的神通广大，连我咒了咒语也能看得出来？对不起，仙仙姑娘，老夫就要昧着良心胡乱指控了。啊！妖怪！妖怪！妖怪！大夫！大夫！仙仙！张强，我不是妖怪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大神，请听我说，我真的不是妖怪。你还敢说你不是妖怪啊？大夫，都已经看出你的原型了，你还敢说不是啊？娘，你不要随便乱说好不好？我什么时候乱说话了？哎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这个死孩子啊，你真是不懂事啊！你已经被这个女人迷得晕头转向了，你还把她给带回家来啊？哎呀，你要死了你啊！娘，仙仙姑娘她不会的。什么叫不会啊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跟我说那么多了。今天小叮当啊，一定是被她给咬的了。如果不是他咬的，难道说是我自己咬的？保住保住，不要叫我了。大婶，我一向把小叮当当成自己的弟弟，我怎么可能？好了好了，怎么不可能啊？哎，你要知道啊，小叮当是我的亲骨肉。哎，这个人呐、啊、好嫉妒他呢，他恨不得小叮当赶快死掉算了。娘，你不要乱讲啊。我没有乱讲。不，你不要乱说了好不好啊？你我没讲错。仙仙姑娘，对不起啊，我看一定是神医老眼昏花了。哎，你看他已经昏倒了吗？对啊，仙仙，你是人是妖难道我不清楚吗？哎呀，白天是美女，晚上是狼。哎，阿祥啊，你要小心一点，可不要被他咬了。娘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好了吗你？什么夜为狼啊？哎，阿祥，你跟欣欣在一起这么久，一定晚上跟他在一起过，你说说看，他怎么可能会是狼嘛？哎，你有没有晚上见过他？
到底有没有嘛？我问你，有没有晚上见过他？有。对嘛，我说仙仙他是人嘛。哎呦，这个死孩子，我问你，你真的晚上见过他吗？见过。他晚上是人？是。仙仙，仙仙，仙仙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仙仙，仙仙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找仙仙啊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没有啊，我来看他。张强，没事的话，那你就……吴龙贵，你干嘛？我只是看看仙仙而已嘛。仙仙，张强。乌龙龟，你坐着吧。哎呦，我说你还真多情哎，早上还见过仙仙，晚上就跟来了。是啊。张强，我看晚上不方便，你明天再来吧。对呀，我就是白天看到仙仙，晚上从来没看到仙仙，我现在来看他。仙仙已经睡着了。他睡了吗？是啊。他睡得很甜吗？睡得很甜呐，我从来没有看过仙仙睡得这么沉这么熟的。我看啊，你明天再来看他好了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吵醒他的。张翔，吴龙贵，你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今天神医当众说仙仙是妖怪？胡说，仙仙怎么会是妖怪啊？对，他还说他是日为美女夜为郎的妖怪。你想，仙仙受到这种指控，他能够平静的下来吗？他能够睡吗？乌龙贵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张翔，我实在没有恶意啊。我知道你没有恶意，我只问你，我们是不是朋友？是。如果一个好朋友，他骗你的话，那代表什么？啊？代表什么？乌龙贵，不要说了，让开。完了了，完蛋了。张强，干什么？没事。仙仙，仙仙，仙仙，出来见我啊！出来啊，仙仙，仙，仙仙，仙仙，我不相信你是妖怪。出来证明给我看，你不是妖怪。我要带你回家，证明给所有人看，你不是妖怪，你是最好、最美、最纯洁的人。仙仙，出来见我啊！灵通，我的妙计快要奏效了，仙仙的真面目也隐藏不住了，我快要拆散他们了。
好了，我老实跟你说好了，今天不是在睡觉，他是出去了。出去了？你为什么事先不告诉我？我没有事先告诉你，是因为先生他说不能让你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先生他说要去找灵山神剑啊。找神剑？找神剑为什么不能告诉我？哎，因为先生说法王虎视眈眈，找剑之人十分危险，所以他不想连累你啊。乌龙龟，你现在说的话我通通不相信。哎，真的了，我要是骗你，我不是人。日为美女，夜为狼。慧云，真的是你吗？为什么我只能在晚上才看到你？看到你就看不到仙仙？难道神医说的是真的？对不起，今天我要陪你到天亮。如果天亮的时候你还是狼的话，我就放了你。天快亮了，张翔，你还在跟他玩啊？要不然你先休息一下，天亮了我再叫你。不用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我看你先坐下来休息嘛。张翔，你先回去。干嘛这么凶啊？这个死张翔，讲了老半天也不听，怎么这么死脑筋呢？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哦，又是这只王八乌龟呀！哎，抓到了吧？抓你头了！去你的！哦，你用剑招啊！我用剑招，你才用剑招呢！我问你死心眼，你现在这么大胆敢来抓我了？很奇怪耶，你不是要那个灵芝草人吗？我想抓你去换灵芝草人呢、啊，这一切都是为了钱嘛。哟，你看那边，哎，站住！哎呦，你想干什么？过来。怎么样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很想赚钱啊？是啊，想死了。那好，我现在知会你去赚一笔大的。你要让我去赚大钱呐、啊？很多吗？没错。啊，嘿嘿嘿。哎呦，慧宇，原来你在这里呀、啊！乖乖乖乖乖乖乖啊！大哥。灰云是你养的吗？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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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养很久了，可是他很调皮，一天到晚乱跑。哎，他最喜欢这个新鲜姑娘了，每天跑出来找他。哎，乱跑乱跑，嘿嘿，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。哎，谢谢啊。大哥，他真的是你养的吗？是啊，他是我养的。坐，你看，嘿嘿，
我叫他做他就做，嘿，多乖呀，嘿，对不对？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嘿嘿，小心点小心，哎，慢走慢走，哎，哎，先生，哎，谢谢你啊，哎，走慢点，哎，走慢一点啊，谢天谢地，谢仙不是狼，谢谢。这就奇怪了，拿钱给我叫我帮他把狼带走，带到哪里也不知道，管他的，把他带到香肉店。哎，狼呢？怎么变成人了？狼跑了。哦，跑了。啊，跑了。林芝草人，别跑，别跑了。林芝草人，我的钱呢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钱比较重要，下次再来找你，再见啊，冲啊，嘿嘿，钱是钱钱。仙仙好险啊。乌龙龟，谢谢你。你不用谢我了，可是救得了你一时，救不了你一世啊。张翔一定很想晚上跟我见面，我也不能这样永远躲着他。跪下！你们干什么？我犯了什么罪啊？你没罪。我没罪，那为什么抓我？我要做个实验，我要试试看有没有妖怪。你怎么知道有妖怪？斩妖除魔，为民除害是我的职责，我当然知道。在哪里？死心也说的话，你真的相信？你真的相信他说的话吗？霸王，你还不是？时候未到。仙仙，仙仙，伯父，你怎么会来呢？阿翔被法王抓走了，法王留了一封信，说是要交给你的。仙仙，信上写些什么？法王与我决斗。时辰到了，统统推出去，游街示众。是。走，走吧，走。张翔，仙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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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能这样。你看，太阳快下山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法王说，如果过了这个时辰，他就要挖掉张翔的眼睛。这是法王他的阴谋啊！法王是想让张翔看到我变狼的样子。仙仙，你明知道是他的阴谋，你还要上当？可是我不能拿张翔来冒险。仙仙，放开！哎呦，仙仙，张翔，仙仙，我。我救你出去。捆龙锁。仙仙，仙仙，快点，来不及了，太阳
阳就要下山了。会救你，无边法王，无边法王，无边法王！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哎，谢谢。魂都给吓飞了，我怕你家有人监视，所以不敢到你家去。对了，法王一直派人盯着我的家人呢。法王，神医，那天你说仙仙，那是法王绑了我的家小，逼我诬陷仙仙姑娘。张翔，仙仙姑娘不是狼啊。不，她是狼。张翔。刚才太阳下山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他变成狼啊！神医，你能救他吗？难怪法王要我说，日间美女，夜间狼，这一定是个咒语。是，乌龙国医都已经告诉我了。神医，我求求你救救仙仙，只要是病是伤，我都能治。可是仙仙姑娘，她无病无伤，哎，老夫就束手无策了。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我倒是有一位老朋友，乃终南山一位道长，法力登峰造极，必能破解法王的魔咒。仙仙他有救吗？乌龙龟，
调查。这是无边法王下的魔咒。哇，道长，你真神呢，这样摸一下就知道了。道长，是的。我知道，是因为无边法王就是我的师弟。道长，那你们的法术应该是同流一派。不错。那这咒语您一定能解了。这是本门最基本的法术。哎，张翔，我们总算找对人了。法术简单，要破也容易。道长，那你赶快动手啊。只有我办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要破这魔咒需要一位仙仙姑娘最亲的人。最亲的人？张翔，他就是仙仙最亲的人啊。我是仙仙最亲的人，求道长为仙仙破解咒语。你愿意为他做任何事？只要法王咒语能破，我张翔什么都不怕。好。道长，这是干什么？只要能守住这一圈烛火。烛火？可是只有蜡烛没有火啊。在天亮之前，只要有一根烛火不灭，仙仙就有救了。哎，道长，这根本就没有火，怎么守啊？道长，哇，这个厉害哎，张翔，有这么多蜡烛啊，点到明天天亮也点不完，这实在太简单了，我在门口替你守着。道长放心，张翔会以性命来保护这烛火。法王，带我去杀了那老道，什么事都没了。他是我的师兄，算了吧。啊，法王的师兄，那一定比法王还厉害。不要啰嗦，法王最厉害了。没有错，他是我的师兄，确实比我高很多。法王，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们放心，我师兄要透过张翔才能破咒，只要那个烛火全灭了，就算是我师兄也无能为力。法王，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少啰嗦，法王，我全明白了，走，我们走。哎哎哎，慢一点，我们该怎么做嘛？哎哎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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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我要你陪着我，看着那海龟水中游。慢慢地趴在沙滩上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让你乐悠悠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们会慢慢长大。我不管你懂我在唱什么，我知道有一天啊，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。时光匆匆匆匆流走，夜夜夜不回头，美女变成老太婆。哎呦，那个时候，我爷爷已经是个糟老头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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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一起手牵手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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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